天儿，你能来一下吗？天儿，我试一下，可以。脚天儿完了之后就是前锋啊，挨个挑战不同的难度啊。来，哟，哇，你哎呦，哇，可以啊，哇，哎呀，可以啊，太棒了！来，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前锋。老师，老师买保险了吗？老师，有点那危险，害怕那啥摔下来啊？我还说害怕他们生命危险，可以吗？能够承受得了吗？可以，他说可以，真的吗？嗯是你拖沓，是你拖沓。哦，不行，直接了。好，来，峰哥，你来当托，我拖他。对，峰哥坐底座吧，坐底座。年轻的老师腿短了，脚勾不住。你跟抱只猴似的，我。好，我们掌声谢谢一下我们的舞蹈团的同学啊，谢谢各位。谢谢，好厉害。如果有请郭总推荐一个去营地附近必须要去的地方，您会推荐去哪里？那一定是离我们营地直线公里只有6公里的赛里木湖。赛里木湖呢，被称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水质清澈湛蓝，像一个蓝宝石倒嵌在绝澳之中，特别特别美。之前我拍摄去过赛里木湖啊，湖里面几乎没有什么鱼类，因为湖水是来自天山的雪融的那个水，对，特别冷，很清。但是呢，近几年呢，经过科学院的研究和培育，现在在赛里木湖里面唯一有一种鱼类叫做高白鲑，特别的鲜嫩啊，那个鱼非常非常好吃。我们今天也带来了，这是赛里木湖的高白鲑刺身，它是从湖里现捞，然后就开始做刺身。它呢，大概4年才长1尺长，口感比三文鱼还好。好吃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嗯、哇，太好吃了！兄弟们，嗯、怎么了？这个非常好吃，包子吗？兄弟们，快过来！哎，哎，哎。哎，快过来，兄弟们！那个呢是营地的特制烤饼，它这个肉呢是用羊的后腿肉和新疆的洋葱，现绞、现拌、现烤。因为烤上层呢有那个烤肉的味道，下面呢它那个肉皮儿非常的香脆。这个好吃，哦、太棒了！奶茶吗？哦，我要喝，我要喝。潮米奶茶，这是我们老家的呀。哎，赛里木老喝吧。嗯、哇，王一博又被这个奶茶给迷上了，这个太好喝了。吃人家。兄弟们看这儿啊，兄弟们看这儿，掰开都是都是肉。这个是面包羊腿，是我们的哈萨克主厨别克自己的秘制羊腿，是用前羊腿先呢进行腌制，然后呢面包把它包裹起来，那么这个肉呢是肥而不腻。